臣曹丕拜见陛下。魏王，我可算是盼到你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陛下，这是何意？臣虽无古人量德夺身自定之志，但也绝没有非分犯上之望。陛下，这是以无德叛逆之名。 加朱玉臣，这不是犯上，是朕，这是我求着给你的。真的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没等到你父亲，可我等到了你。臣会同父亲一样，继续辅佐陛下。哎呀，子桓，你听我说，你我君臣，你我二人辈分相同，年岁相仿。 实是兄弟之意，我二人可否今天坦诚相见一番？你看，你看这个位子，万圣之尊，哪个不像？谁人不爱？诸侯割据，皆位于此。可是，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位子坐的不容易啊？朕这么多年来，是如履薄冰。 不瞒你说，子桓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梦想，我想凭我刘协一己之力挽救这汉室天下，简直是笑话。若没有你父亲，刘协早已死了很多次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就想通了，天命已变。 这亿万兆冥之心已移，这天命当归你曹家。以前你父亲不肯，那是因为他当过汉臣，他舍不得那忠义之心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没有做过汉臣，你不会受到汉室的拖累，当仁不让。子桓。 就当我求你了，陛下，当真是这么想的？这是刘协这一生做的最正确的事。 向全天下证明，你没有做错选择。臣刘协叩见皇帝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想要什么？臣不敢欺瞒陛下。臣想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臣想在陛下治理的这朗朗乾坤里转一转，看看那山，看看那水，看看那阳光照在树枝上。陛下。
臣自建安年间来到此处之后，整整26年来，从来没敢离开皇宫半步。伴随臣的，只有这高高的围墙和恐惧。臣害怕呀，陛下。臣晚上睡不着觉。陛下，请看臣的头发。臣要是再不出去，恐怕就出不去了。臣得陛下的垂怜，如果还有时间，臣还想学点医术，这样臣就能当个医生，亲手诊治两个病人。是臣觉得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一趟。陛下，臣当了那么多年的天子，这实际上没有为天下人做过任何事情。我答应你，我封你为山阳公，整个山阳县全部给你。那个地方阳光很好，民风淳朴，你可以在那里肆意驰骋，继续称自己为朕，享受帝王的礼敬奉公。你想学医？我便派几个太医过去教你。臣刘协，感恩皇帝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下半辈子为自己活吧。臣批敢用玄武昭告于皇皇后帝，汉历时二十有四，建年426，四海困穷，三纲不立，汉主以神器益授于批，批朕为天命，敢不亲诚，则仅择元日与群僚登坛受帝喜寿，告累于尔大神，为尔有神，上享永吉，照民之望，坐于有位事享。之事，吾知之矣。宣司马懿代朕宣发制诏。是。他不是在牢里吗？是啊。宣御史中丞司马懿。